那很厉害了，造反，偷袭到大的那个了，挖上了去，这枪给的这烟头都打头上了。突然间就一声响，然后人的玻璃就晃，他声音特别大，他就是火箭残骸嘛，就是跟个那个桶一样的，上面有个通知说是可能有卫星残骸掉落。8月9日7时许，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蔡川镇的一个村子附近，疑似坠落了火箭残骸。相关视频显示，已经有相关部门来把残骸运走。根据可靠的消息，这个残骸应该是当日6时53分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，环境简在2号06卫星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的一部分。